史书上都说清朝灭亡意味着我国封建时代的结束，但实际上何为封建社会？封建即分封后建设，也就是说实行分封制度的时期，但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从汉武帝以后分封制度便被废除，之后即便偶尔存在分发土地的制度，但也没了世袭的权利。不过既然史书上都这么写了，咱们也姑且这么认为，爱新觉罗溥仪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皇帝，从他登基起便是个傀儡，没有掌握到什么实权，但毕竟在其位谋其职，清朝消亡后他必然成为头号的战犯，只不过当时马国为了稳定局势又一次把他搬了出来当个傀儡皇帝。要说溥仪最不懂事的也在这里，大清朝都灭亡了，他但凡有那么一点羞耻心，即便不以死殉活也会躲起来不再见人，但他偏不，或许在他眼中做皇帝的时候便没有自由，现在日本人出钱给他当皇帝，他还爱干嘛干呢？何乐而不为呢？于是伪满洲国诞生了。后来马国战败，溥仪本想趁乱逃跑，却不想被苏联给抓住了，因为这个所谓的皇帝名头，他的战犯身份还很重要，因而在这个过程里他倒也没有受什么苦头。后来通过外交，他被移交到我国政府手里，但在我国他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当时的我国还实行劳动改造，也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溥仪自然而然被送了进去关押起来改造思想。但溥仪前半生可是当皇帝的人，虽然没什么实际的权利，但到底吃穿用度都是有专门人伺候的，可是现在他不过是战犯，自然不会有那样的生活，因而日子也艰难了起来。本以为自己会在战犯营里过一辈子，毕竟想下自己的罪孽特赦这件事可能都和自己无关，但1959年的特赦名单里却有他的名字，这让他大喜过望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他能够被特赦呢？按理说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罪法律上规定的是不能特赦的，原来在改造营里他认清了自己的处境，开始学习自理，而当年在皇宫里养花的爱好也被所长欣赏。据说为了实现劳动改造的目的，所长便申请给溥仪弄了个温室让他养养花草，而他也在花房里老老实实待着，闲着时候写写自传。也许正是因为他这样的表现，在外人看来是已经被改造好了的，故而才会有此殊荣得以特赦吧。